夏禹，名曰文命，帝舜见禹于天，为祀。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里，禹建立夏朝，改变了之前的禅让制，开创了中国世袭制度的先河。夏县，这片以夏命名的古老土地，见证过夏王朝的兴衰，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20年代，西殷遗址的一次考古发掘，结束了我国田野考古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一代名臣司马光从这里走出，半生心血凝聚成旷世巨著。夏县创造了内容宏富的璀璨文化，孕育出无数风流人物。今天，这座晋南古城正在历史的积淀中缓缓绽放，谱写新时代的华章。眼前残存的城址叫做禹王城，位于夏县禹王乡。城址内一个高约9米的夯土台上建有一座禹王庙，庙里供奉的正是治水英雄大禹。据史书记载，大禹因治水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他联合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和部落，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朝代——夏朝。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继位，以王位世袭制取代了原有的禅让制，中原地区的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据先秦时期的文献《世本·居篇》记载，夏禹都阳城，必商君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文中的安邑是夏县的旧称，夏朝的都城是否在这里，具体城址有没有遗存，考古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直到1974年，夏县东夏冯遗址的一次考古发掘，为解开谜题提供了物质文化佐证。当年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夏时期的灰坑、城墙、陶窑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文物。遗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有学者提出，这里很可能是夏朝都城。考古工作者对夏县这边的就是中条山前路、苏水河、青龙河流域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几十处史前文明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通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向世人徐徐揭开。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部落首领商汤灭掉了夏朝最后一个暴君桀，持续了400多年的夏朝灭亡。然而，夏县并没有随着夏朝的覆灭而淡出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这里曾是魏国国都安邑，其城址正是现在的禹王城。秦统一六国后，在此置安邑县。公元428年的时候呢，古安邑呢
划分成两个县，南安邑和北安邑。到了公元494年的时候呢，北安邑城呢迁到了新城，也就是现在的下县城所在。为纪念下都安邑，所以把北安邑呢就更名为下县。从此，这个因夏王朝而得名的夏县沿用至今。自大禹疏渠通水，定九州，悠悠千载，古老的土地不仅见证了夏商文化的变迁，也在今天持续上演着幸福故事。这个位于夏县玉郭乡西北部的村庄名叫西阴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掘而轰动史学界，为我国现代考古学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页。照片里的人是李济，他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6年初，为了寻绎中国人的始源，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来到晋南地区，沿汾河流域进行考察。当他们来到西阴村的灰土岭时，发现这里有着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碎片，以及夹杂着数千年前人类活动印记的灰土层。我们这个考古界都知道，找见灰土就找见文化层了。人类的垃圾、教学啦，或者是灰糠填到这个土里面，就是表现了这个人类呢活动过。李济断定这是一个古村落遗址，决定进行考古发掘，并于1926年10月15日挖开了第一锹土。这一锹不仅是首次由中国人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还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田野考古工作。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文物2000多件，装了60余箱。其中一个重大的发现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残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经过4个月的发掘，共开了8个坍方，其中一个坍方的底部，这灰坑底部呢，发现了一颗蚕茧。这个蚕茧呢是经过人工切割的。照片里记录的就是当时所发掘的蚕茧。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观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李济当时就知道很重要，到现在为止多少次发掘了，就没有一个地方发现这个蚕茧。经过多方考证及检测，李济所发掘的这半个蚕茧距今已有5600年至6000年，西阴村养蚕制丝的历史因此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半个蚕茧就是最为重要的实物证据。在西阴村，村民们建了一座供奉雷祖的祠堂，雷祖世人尊为先蚕娘娘。相传雷祖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并将其推广到华夏各地，让部落民众穿上了舒适的衣服。巧合的是，西阴村正是传说中雷祖养蚕的地方。李济发现的半个蚕茧
为千百年来流传的雷祖养蚕的故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今曾经发掘的地方已经被回填，来自远古的密码和西阴村的泥土一起被深埋地下。因为这些宝贵的遗存，人们得以想象，在那个遥远的史前时代，他们从事农业，发展生产，一个遥远的发明，让一种被称作丝绸的东西，温暖了中国数千年的时光。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司马光七岁的时候呀，他和这个一群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呢，一个孩子一不小心掉到了水缸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司马村小学的孩子们与别人不同，他们在认真听讲之余，更带着一份自豪。故事中这位聪明伶俐的主人公，祖居地正是下县司马村。司马光出生于公元1019年，这一年恰逢父亲司马池调任河南光山县县令，故为他取名为司马光。他从小就博闻强志，20岁中进士，历仕四朝。公元1067年，司马光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成为宋神宗的股肱之臣。司马光从为官以后，中间不是一个变法吗？后来变法在宋神宗面前，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没有被宋神宗采用，所以他都是要宋神宗告退吧，我不参与朝政，就退居到洛阳，专心编撰着《资治通鉴》。北宋时期，历朝历代所著的史籍已浩如烟海，后人穷其一生也很难看完。于是，司马光摘取历代史书中的重要部分，重新整理编写，并记录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希望通过对过往朝代兴盛衰亡的记载，能让后世引以为鉴。历经长达19年的潜心编撰，由司马光主编的这部史书终于完成。宋神宗认为这部书见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名为《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后世誉为帝王教科书的旷世巨著，共294卷，涵盖16朝，共计1362年的历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当今社会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司马光勤勉于政，也一直心系故乡。公元1065年，司马光回乡省亲，目睹故乡百姓生活贫苦，子女无学可上，于是在自家祠堂里建了一座素水书院，免费教导孩子们读书习字。900多年后的今天，素水书院变成了下县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司马光随他的儿子司马康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教诲，勤能利民，舍弊自败。纵观司马光的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与家族严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深知家教重要性的司马光，以自己为例，结合所见所闻，写成一篇题为《训俭示康》的文章，告诫儿子司马康俭能利民，奢弊自败，要养成崇尚节俭的美德。
经过岁月的沉淀，司马光对后代的教诲已经超过了一家一族的范畴，成为华夏儿女砥砺修身的训言。公元1086年九月，在《资治通鉴》完稿两年后，积劳成疾的司马光病逝，享年68岁。次年正月，司马康甫灵柩将父亲归葬于夏县故里祖茔。在外漂泊一生的司马光，最终于故乡这片热土安然长眠。为了祭奠司马光，人们在他的墓旁建了一座司马温公祠，并于祠堂东南方立起一座碑楼，用来存放司马温公神道碑。这块碑是宋元佑三年宋哲宗皇帝为司马光立的功德碑，它通高9米，中间这是大文豪苏轼给撰的碑。碑首呢是宋哲宗皇帝御撰，对司马光一生的评价就是忠清粹德。故里先贤司马光，家规传世万年长，我辈理应知荣辱，谨记教诲美名扬。一部巨著，奉为圭臬，尊为国器。一册教诲，视若规范，永资后人。巨人的精神财富不会因为生命终止而消失，它会成为镌刻在夏县土地上的文化印记，是每一位夏县人都在不断发扬与传承的夏县文脉。每年清明节前一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寒食节。这一天人们不生火做饭，只吃提前做好的冷食。这个持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历经各朝各代延续至今。夏县裴界村的寒食节却有些不同寻常。每年村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蜂拥而至，为的是缅怀一位在裴界村长大的人物，被誉为华夏忠孝第一人的介子推。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设计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被迫出走，介子推作为重耳的布衣陪从一同流亡，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在重耳饥饿难耐之时，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了一块肉炖了汤给重耳喝，才得以渡过难关。介子推对重耳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也成就了他的忠义之名，史称割骨奉君。在裴界村，寒食节来临之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种名叫枣蛋的馍，这是裴界人纪念介子推的必备美食。白面掺上热油、鸡蛋，揉成黄色面团，用红枣、柿饼、核桃、麻花等食材作为馅料，待面发好后擀皮包馅，捏成如拳头般大小的圆形。最古的时候啊，枣蛋里边包的是个鸡蛋和枣，它这个枣蛋用那个醋面包成圆盖以后，然后烧制。这个枣蛋里边的枣象征于这个介子推，那个蛋就是他母亲。
少中这个教皇这个色的话，就是象征性的比喻这个节度使和他母亲啊，在那个面上活着鬼大。裴介村这个特色美食背后，隐藏着一个悲壮的故事。重耳流亡19年后，在秦国的帮助下重回晋国继位，是为晋文公。执政后，晋文公对那些曾经跟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却唯独忘记了介子推。而介子推不仅没有请赏，还选择了辞官侍奉母亲，隐居于介休绵山。相传晋文公深感自责，亲自请他下山，但数次寻找无果，于是听信小人谗言，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逼介子推出山。然而介子推与母亲没有逃出深山，最终葬身火海。藻蛋相拥，象征着介子推母子相依为命，寄托了下县人对他们的哀思。介子推母子去世后，晋文公十分后悔，于是下令在介子推忌日全国禁止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藻蛋这样的点心和瓜果，这就成了后来的寒食节。每逢重大节日，裴介村都会演奏春秋锣鼓。相传他是当年晋文公率众臣在介君殿拜谒介子推时随团乐队演奏的曲牌。从那时起，裴介村人便效仿移植，代代相传。为了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介子推，刘建设退休后奔走于全国各地，搜集介子推的相关史料，编写了介子推渊源一书。这就是过去的，就都是过去的都是。作为一个裴家人啊，作为介子推鼓励的这个子孙，我们有义务啊，有责任把介子推的这个精神啊，我们继承下来啊，传扬下去。介子推的忠义之举和淡泊名利，一直是国人极力推崇的高尚品质。寒食这个风俗最初所代表的，人们对忠诚、廉洁、政治清明的赞许和推崇，千年如一，流传至今。面条是我国最常见的传统面食之一。在种类繁多的面条中，来自鲁阴村的手工空心挂面备受下县人的青睐。这种面条细长耐煮，口感细腻绵软，成为下县人的必备食材。要想做成这种直径大约1毫米的空心挂面，需历经12道工序，长达30多个小时手工制作才能完成。入秋时节，天气转凉，空气也变得干燥，这是一年中制作挂面的最佳时节。家住鲁阴村的张和家夫妇开始忙碌起来。盐和水的配比全靠几十年的经验。白面加入盐水，使蛋白质分子排列愈加紧密。反复揉压，增加弹性。做挂面对选料非常考究，一般的麦子还做不成，麦子必须好，必须筋道。最关键是把这面要和好，哎，和到味儿。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面团得以充分发酵。紧接着要开始盘面。张和佳从小看着父亲做挂面长大，依靠多年的口传心授，熟练掌握每一道工序。他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除了追求口感，更重要的是为了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600多年前，张和佳的先祖张正来到下县拜谒介子推，路过鲁阴村时，看到这里田畴漫漫，早分果香，心生向往。张正致仕后，举家迁居鲁阴村，带来了做挂面的手艺。当地的优质小麦、清甜泉水，让挂面口感更佳，引得村民们纷纷效仿。鲁阴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挂面村。破晓时分，盘面完成二次发酵，迎来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上柱。因为晋南干燥的空气，面条中的水分蒸发较快，绕面的速度显得极为重要。妻子刘冬梅的手艺也是嫁到张家后学的，如今这门手艺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夫妻俩靠它养大了一双儿女。然而随着近现代机械化制造的普及，这种传统手艺受到了巨大冲击，曾经一度濒临失传。以前是做其他的，后来发现我们肉挂面这么好的东西就是快失传了，有好多朋友啊，还有政府啊，我们大队的一些干部都说，你把这挂面再发展发展，传承一下。直接给你们连一条线吧。从2003年开始，张和佳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挂面制作里，其中的艰辛，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凌晨2-3点起来，早上、中午、下午，你坐在那不能动，年轻人不愿意下那个苦，非常这个辛苦的。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门传承数百年的技艺在鲁阴村重焕生机。晒干的挂面更易于储存。而持续发酵产生的中空细孔，让口感变得细腻绵软。张和佳夫妇制作的挂面远近闻名，不仅在下县当地超市有售，还通过网络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嫂子，儿妈今天过寿，我送个长寿面。谢谢啊。好，长寿面在庆生宴上必不可少，因面条又长又瘦，所以叫做长寿面。用蔬菜和肉丁做成浇头，浇在煮好的面条上，一碗地道的臊子面就此完成。东海手笔阑珊啊！干杯！干杯啊！热气腾腾的挂面，在这一刻不只是充饥的食物，更饱含着家族亲人的绵长情谊。一门传统手艺历经岁月洗礼，在传承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家常美味，在某种意义上升华成一种精神符号，诠释着下县人血脉里的勤劳和坚守。
在夏县南大里乡的一处惠民社区里，王青龙一家人正在收拾他们的新家。这一天他们期待已久，眼前这套100多平米的新房宽敞明亮，干净舒适，一家四口即将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此前王青龙一家居住在南大里乡的东王家村，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外出谋生，留守的村民生活一直十分艰难。我们山上有四个山区村，村庄住的都是窑洞，就是吃水啊、交通啊、医疗的交通都很不方便，有的时候下雨的话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安全方面有一定的问题。在夏县的黄土高坡上，像东王家村这样的村庄有数十个，村民们因为耕地分散、土地贫瘠，辛勤劳作一年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如何改善生活状况成了村民们最大的难题。而夏县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基础设施较好，一些村民开始有了搬离黄土高坡的想法，但无论是资金或是后续生存问题，都让他们望而却步。村民们的处境也受到了夏县政府的重视，从2016年开始，夏县政府在平原地区修建惠民社区，山区村民只需支付不到10000元就可以搬进新房里。小区周边还建立了就业创业基地，促进村民与企业融合发展。你有几个人啊？5个人。5个人哦。身为南大里乡扶贫站站长的吕洪志奔走于各家各户，详细了解村民们的困难，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因为河都开得好厉害了啊！为了使老百姓这个按照这个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原则啊，我们就是在小区这个周围征了有300亩地，搞这个后续产业，大棚温室，搬迁户在里边可以自己承包、自己种。这个年龄大的话干不了，可以在里边务工、打零工，增加收入。王青龙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告别了之前的黄土高坡，并在惠民社区附近承包了2000平方米的土地，这些土地更为集中，更易于管理。对于种了一辈子地的王青龙来说，种植瓜果蔬菜是他的拿手绝活。目前在夏县有近2000户像王青龙这样的村民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他们除了承包土地，还从事养殖、手工、食品加工等行业，不仅住上了好房子，收入也翻了几番。马师傅，今天过来给你家光伏电站检查一下。善于利用自然的夏县人显然不会错过自然界赋予人们的种种能量，例如阳光。咱们这个板子你看，要上面有一层土的话你就得清洗，清洗的时候最好就是早上或者是下午阳光不好的时候。你像玉郭乡苗村村民马宝存在劳作之余还多了一项维护光伏发电设备的工作，这套设备是一个功率为5000瓦的微型太阳能发电站，是2018年在政府的扶持下安装的。发出来的电卖给国家电网后，马宝存会得到一定的能源补贴。目前，夏县已有数百户村民的屋顶上安装了光伏设备，这成了他们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样，在2018年，一座年发电量约为1200万度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在念掌镇建成，
这座由下县政府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至少有一半的收益将用于改善民生。大片的光伏设备把山坡变成蓝色海洋，展示着下县经济发展的新图景。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下县人伴着千年的文化积淀不断前行，他们用智慧与巧思在崭新的时代里开拓出属于他们的广阔天地。雨都山水源远流长，文脉横昌，自九州共主，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下县早已种下繁复多样的文化种子。在时间的浸润下，在下县人的精耕细作中，开出了绚烂的彩色花朵。西阴村的灰土还埋藏着数千年前的文明密码，司马家族对后世的谆谆教诲仍然回荡在华夏儿女的心头耳畔。从一方山水沉淀出的文化基因，也在发展流变中构建着地域特质与城市品格。晋南古城正从历史的积累中汲取养分，它以传承为底色，以创新为渲染，绘制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山河画卷。